害了王子，抓走了公主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了救回心爱的公主，王子不顾生命危险，使用神秘的魔法回到昨天，最终打败魔王，救出了公主。爸爸，真有回到昨天的魔法吗？魔法虽然是万能的，但现实是不可能回到昨天。那现实中，王子是救不了公主的。别不开心，明天考试及格就给你买最喜欢的宠物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说定了，该睡觉了。会是什么宠物呢？小狗、小猫、小兔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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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狗、小猫。天亮了，想了一夜宠物呢，还没睡呢。花花，来来来，快看看爸爸为你准备了100分舞。花花快走，不然要迟到了。我女儿好像不喜欢我准备的舞蹈啊。花花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？宠物，谁问宠物啊？小心啊！没事，我一点都不在意是什么宠物。在考试呢，花花怎么睡着了呀？宠物？什么宠物啊？这道题我刚好复习过。一如既往的稳定啊，没满分。我怎么才60分呢？没惊喜，还是没及格。花花今天好像不太对劲儿啊。尤其是试卷发下来以后，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。让变成猫问了什么情况？喵！不对劲儿，怎么办？没考好，爸爸肯定会失望的。宠物没了。要是能重来一次就好了，我一定能考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要帮花花振作起来才行。有件事要大家帮忙。流星啊流星，你能让今天重新开始吗？我一定好好睡觉，好好考试。爸爸都说现实是不可能回到昨天。公主，
这是国王特地为你准备的100分舞。嗯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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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我回到了昨天。哎，我在这儿干什么？本不是监考吗？而且后面的人呢？这个老师生病了，所以请本博士监考。啊，一模一样的题目，这次我肯定不会睡着了。让我看看怎么做。哎呀，我今年7岁，我爸爸今年35岁。问爸爸的年龄是我的几倍？爸爸10年后比我大多少岁？35除以7等于5，所以爸爸的年龄是我的5倍。因为年龄相差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，所以35减7等于28，就是我和爸爸相差的年龄。10年后也一样，35加10的和减去7加10的和等于28。所以我和爸爸相差28岁。罗克罗克，你看100分哎！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次轮到我考倒数第一了。只要我认真复习，好好休息，就能考出好成绩。我们分配一下下午大扫除的区域吧。由于我考了第1名，所以我先选，我选校长室。啊！糟了。我记得周六本博士要在校长室做实验啊。啦啦啦啦啦，不知道回去爸爸会送我什么礼物呢。嘿，昨天试管不是空的吗？啊，花花。还好。你们干嘛？怎么感觉要爆炸了？你们看到我桌面上的试管了吗？那可是我重要的实验。可是我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。你们看。你们怎么了？怎么办？房间要被炸乱了，衣服会变脏。整个学校都会被这炸飞的。不要着急，先把卡布们叫出来。卡布，卡布，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，洛克？星期六你们在学校干嘛呀？星期六？今天是星期六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其实是这样的。原来你们是为了帮助花花，假装回到了昨天呐。花花，对不起，去骗了你。难怪和昨天不太一样。哼，居然合起伙来骗我啊。不过我要谢谢大家，让你们担心我没事了。洛克他们虽然撒了谎，但也是善意的谎言。花花今天做的试卷给我重新评分吧。太好了。爸爸，你看。
真是好成绩。哼，成了。早准备好了。会是什么呢？是小青蛙。时光门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只要穿过这扇门，我们就能回到昨天。那还等什么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昨天我们是在这里啊。你要看，你耍我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，今天就来谈谈编程中的 bug 和 debug。 bug 我们将计算机编程中的错误称为 bug， 这种说法是为了纪念20世纪40年代从早期计算机中找到了一只鹅。在编程中，纠错也可称为 debug。 编程越复杂，它们就容易出错。在编程时，需要经过细致的测试，尽可能找到存在的 bug 并消除它， debug。 至于想用回到过去的方法修正错误，只有花花想得到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哎呦，哈罗克半夜太差了吧。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呢。是啊，真羡慕小孩子呀。我好想回到小时候啊。这就要回家，还没玩够呢，又要写作业，做小学生真麻烦。当大人多好啊，天天坐在那里喝饮料。一点点作业就喊累，我们可比你们辛苦多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换一换吧，我们当警长，你们去当小学生。好啊，让你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辛苦。一定是我们比较辛苦。可以当警长，好玩。拿着，这是我们的警徽。哇哦，是真的呀。哇，我要当警长啦。还有这个任务清单，明天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来工作，知道吗？知道了知道了。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哇，学校，好怀念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是学生，快进去吧。我是编程猫警长。嘿嘿，我是罗克警长。呵呵，当警长的感觉真棒。当警长不知道要做什么呢，一定很好玩吧。这很简单嘛，我们出发吧。你没事吧？气球挂上面了，好高啊。这个交给我吧，喵！哇，好厉害呀！小朋友拿着吧。谢谢你，小警长。呵呵，当警长真好，比上学好玩多了。所以说，这道题应该这么算。醒醒，起床了。是，居然上课睡觉，你看看人家。对不起。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好玩的任务呢？你看，老奶奶在那儿。老奶奶，我们来扶您过马路了。谁是老奶奶？大家都叫我美女的。还有啊，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超市大减价就要结束了，要是买不到东西，你负责。对不起啊，我们马上就扶您过去。
老美女啊，你看马上就要转红灯了，能不能稍微走慢一点儿？就嫌我慢？当年可是田径队的选手呢。超市大减价现在开始了，我来了。果然是田径队选手啊。上课了，可以出去玩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布置作业呢，坐下。乖狗狗来吃吧。哎呀，我最怕狗啦。编程猫，你别把狗吸引走啊。乖狗狗不要追我，我是警长。哎呀，真是猫狗大战呢。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！哎呀，我说，咱们逃学不好吧？上课真无聊，我也坐不住了。给我站！还没到放学时间呢，你们难道想逃课？对不起，国王。谢谢你们，再见，别再迷路啦！突发的任务那么多，当警长比上学还累啊！一点都不好玩。真舒服啊。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喵！什么？罗克快醒醒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没做呢。啊，不好，完全忘了这个任务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怎么开车的？你怎么在这里掉头？你开那么快干嘛？罗克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喂，我快到了。那边也出事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警长，幸好你们及时赶到。你们快去看快递车怎么样了？是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办呢？这些快递来不及送了呀。这里有多少快递啊？哎呀，我头晕呢，想不起来有多少个了。快递车一共经过了三个站，第一站收了100个快递，第二站送了67个，收了58个快递，第三站送了50个，收了74个快递。那么现在的快递总数就是100减67加58减50加74等于115个快递了。那么多快递，我们该怎么送啊？罗克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太好了，有卡布们就有办法了。变成猫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
雪棒，万能的工具，变成鸟数雪棒，它不再神奇。谢谢你们。哎呀，总算都解决了。这里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啊？这里的红绿灯每到下午3:30就会坏掉，没来得及修理呢。为了维持秩序，这几天都要来这里指挥交通，一刻都不能放松。做警长真不容易啊。你们做小学生也不容易啊，我们今天也感受到了。还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。我还是晚点长大吧。胖手学生站住，没做完作业就逃学，别想逃过我的手掌心。我就等一天，学生就有那么多作业，饶了我们吧。博士，请靠右走，往这边。缪卡，你在干什么？和国王一样，我是学校的保安。哪有学校？只有我们两个。别想逃学，做完作业才能回家。缪卡，你坑我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加法、减法、乘法和除法，统称为四则运算。加法和减法叫一级运算。乘法和除法叫二级运算。一级运算时从左到右计算，加上二级运算时先算乘除后算加减。有括号先算括号里的，有多层括号先算小括号里的，要是有平方先算平方。很复杂吗？只要从高级到低级依序计算就很简单了。